你要去哪里啊？去哪关我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要去几天呢？什么去几天不几天的？干哪？你要说什么啊？随便你去哪，给我点钱。又问我要钱？又问，你给了，你给过吗？怎么总是问我要钱呢？不问你问谁呀？你是我老公，我在家带孩子，我又没有钱，我只能问你要啦。小孩又要吃，是不是？水电费也要交啊。交就交呗。交就交呗，你不给我钱，我哪来的钱交啊？每次都是我问我爸妈要，不能这样子一直下去吧？我都嫁人了，那我可管不了你呀、你管不了我。啊。对，我都很少在家，是不是啊？家里花的钱都是你花的。都是我花的，对呀、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啊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也花在小孩的身上啊。而且我没花你的钱，我花的都是我爸妈的钱，啊！现在我就让你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。你跟我说，关你什么事？你没花，难道你还要花吗？我就觉得你问钱问得太勤快了。他情况的，你每次都没给啊。你问那么勤快，我怎么给嘛？少问一点嘛，我该给会给嘛。你该给会给，你一个月1000块钱都没给我，每次需要干啥我都去问我爸妈要，问就而问且呗，吃饭我还要回我爸妈家吃呢，回跟吃没就结回吃婚一呗。样。那能怎么样啊？能怎么样？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哈，那有啥丢人都的？结婚了还要我爸妈养？这样子能过就去过吧，是吧？还有啥丢人的？这样能继续就继续呗。你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不意思的啊？你都已经是一个孩子他爸了，你是不是应该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呐？啊，该赚钱赚钱，该拿钱给我们拿钱给我我们。也去赚钱了呀。你赚钱你骗人的吧？我看你每天去做公园打游戏的吧你。什么做公园打游戏呀、那为什么每个月1分钱都没有啊？每次问就你要没钱有你都呗，说没有，就没有我呗。看你就没上班吧？什么上没上啊？你你这别样问你在我家要带小钱，孩吧，我去上班。别总是问我要钱。那你是孩子的爸啊，我又在家带孩子，我没钱，我只能问你了。没办法，那你在家带小孩吧，我自己去上班。带什么带？带小我孩以是后，女人做的事情，女孩子家的啊，要男人来带小孩，成何体统啊？像不像话啊？那你不给我钱，那我也没有钱，我只能去上班了，小那孩你没自己办管法了，了。那没办法了。家你也不回，我已经忍你忍了很久了啊。想回就回，不想回就不回呗。这还像一个家吗？啊？本来就这样子啊，家就这样子啊。所以家是这样子的，人家都是老公上班下班回来，一家幸幸福福的去逛公园。你看我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只会说没办法，还会说对，啥？不会说啥都不会说了。那走了啊。给我钱！没钱，别总是问我要钱。